大家好，我是 Ting，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破碎之路。好，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好像有点，好像有人看，但好像又不温不火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个人算喜欢，所以觉得还行啦。说喜欢有点太那个，还不太确定，觉得还行，所以打开来玩个 Part 2。那反正这样就超过两个小时了，也没得退了，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其实他刚刚主选单，我原本想给大家看，他有放了一个这个更新通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游戏，然后再回主选单之后再去点那边就空白了，换成英文也看不到，所以就算了。反正呢，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这个首发不是很成功。然后我觉得我比较讶异的是，就是我去社群中心看这游戏刚出的时候，我想说应该还会有个几百个人玩吧，就没有。社群中心那边显示不出来玩家人数，那我不晓得他是不是300人以下就不显示，因为我记得最低是有看过300多人的，然后再低好像就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我猜可能甚至不到一两百个人玩，然后甚至就是很多人玩了一下下就退款，也是有可能。不好意思啊，那个还是有点过敏。总之呢，他们自己也写了，他这个开局呢是很 rough 的。那他们有放了一些更新计划，譬如说他什么提高游戏初期的这个战斗啦的频率什么的。然后翻译的部分、汉化部分可能会再做一些改进。我记得他好像有昨天有一个小更新吧。我现在是礼拜天的半夜，那他应该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一早可能有更新吧，大概吧。那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我原本以为这游戏他是不是有进那个 Xbox Game Pass。想说人是不是都集中去那边了，就没有，我查了一下他们有进 Xbox Game Pass， 也就是说他 Steam 平台真的就这么少人，然后甚至我不觉得他其他平台还有什么人，我搞不好这游戏总销量搞不好几千份而已，我没有数据，但我觉得很扯，就是他这样还不打算跑路、啊、这么惨淡的销量，然后他还发了一个更新计划，也许他只是在安那个投资者的心吧，对，不晓得是不是后面就开始裁员啊，开始什么的，不晓得。总之就是一个很，看来是蛮不乐观的，就是。好啦，那反正他游戏完成度也没有烂到不能玩，就算跑路了就加减玩吧，玩到真的有恶性 bug 没办法玩下去再说吧。然后我觉得我在世上我最难过的就是现在全部人一大堆都有那个庄园领主的这个抢先体验版可以玩，哇，我看得好羡慕啊，我的天哪，真的太羡慕。可是我看有一些国外的那个YouTube 下面留言，他们说这游戏是 Early Access， 但我在他的页面没有看到 Early Access，、啊、没有这个标示说是 Early Access，、啊、所以很多人批评说一些缺失的功能，然后下面有人说他这是 Early Access， 后面那些都会在补或有可能会在拓展。我其实就我只保留意见，因为他没有页面没有说他是准备 Early Access。再不然就是他实在是太忙，他没有去再更新 Steam 那个页面，可能正是4月26号的那个页面才会更新，不晓得。因为我记得很多游戏就算还没上市，它是 LSS， 它在商店页面那边也会显示说它是准备要采用抢先体验的方式。哇，这过敏好严重，好多鼻涕哦 ！Oh my god！ 疯狂流鼻水跟鼻涕，这洗出来都是一大坨，我的天哪！
好，没关系，反正我这个影片不会太多人看，所以不会造伤害，只会在少数人间造成。至于说是不小心受伤的，都是最忠实的观众，那就啊，你们会包容我的对吧？一定会的，对。我对你们有信心。好了，就这样吧。我们这个到这个梅瑞亚哈，我其实都还没有进来玩，所以完全这边都没对话，所以这一集可能会比较无聊，因为我可能会探索这个梅瑞亚吧。然后铁定有很多任务啊或什么的，那就看他给的语音多不多吧。如果没有语音的话，那这集真的是会蛮无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是道德罗盘。角色资料啦，因为我们有升级嘛，所以应该来先点这个点数哈。然后我看了一下 Steam 的这个评论，近战好像蛮垃圾的，所以我不小心选到一个很垃圾的流派。所以我们点智力吧，我们把生物学什么的点一点吧。对，我们起码还要，我们战斗不行，起码我们要有点功能在嘛，我们要有个专长。给15点了，给这么多。差一点，生物学点到蛮好了。话虽如此，我还是想把近战点一些，也许啦，不强，没有到那么强，但也许会有一点 CP 值。我都投了这么多点数，不晓得之后可不可以洗点，怕是没有。哎，我还可以再升一次啊！我是三等啊！哎，我的天哪！生物学点到50好了，看来要50才有这个开这个技能。没有一点命中率提高 0.5%。 欸，其实这样子的话还可以耶。回复道具，回复道具好像没有那么必要。被复活已经倒下的友方单位，啊，我们就乖乖的当个支援的吧。让席将，爆炸物爆炸半径扩大 1%。我们不要那么快去点它好了，前期应该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去丢，多充点近战吧，然后加点命中。他其实那个评论讲得很对哦，近战因为你远程不花子弹，没有子弹消耗问题，那冲上去打就很傻逼，是没错啦。哎，可是我相信我队友一定都是一堆都是枪械的，所以到时候就靠队友射就好了，我在旁边打酱油。反正我好像，欸，这游戏有难度吗？完了，这游戏有没有难度？欸，我们已经到四等了吗？这么夸张？
死也没有加 AP 啊，干嘛去点？他都没，这都没翻完。他都没有加 AP 的啊。其实我不一定要点意识诶，也许我可以用这个指点，然后去加我，譬如说偶尔要用枪射击远程的，用这个去加命中率算了。我不如冲指点，反正我的魅力已经智力已经上去了。嗯，这好像是个好思路。点个25开到这个第二阶，加一个指点点数，好。剩下点近战吧。好了，四等，所以我们其实前面那么弄一些，其实已经四等，非常好啊。跟这边对话一下吧。他有抽货物税，叔叔婶婶只剩他妈妈，当然就被打死。What's wrong now? 所以他这边就是这几个人可以问这个问题，想成为出色的领袖，就是大概让你知道他们欣赏什么样的人。所以可能我不太确定这游戏会不会说我们后面某一些主义是不是这些人到后来会离队，有一些伙伴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做法，太做的太多的时候，他们会离队这样。我不晓得他们做这样的系统，因为这游戏实在是惨的可以，根本没有讨论度，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分享。相关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边玩边看吧，这样。大家想，这四个应该都是伙伴，应该都可以加入的。
别拆穿我们，别假装咱俩是朋友了。过来。约翰有跟着，所以就是莎拉、约翰我们都有救，还有这个杰西他妈妈。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卖掉。我们有两把猎刀，那卖一把吧。手枪有两把，卖掉一个。猎枪卖掉一个，它这不能拆分了，那么烂。要不要再买一个小急救箱？这刚好可以打平肥皂。在那个那种末日肥皂这种基础用生品，应该是相当重要。对不对？想象你在那个世界，然后连洗身体都洗澡都洗不干净，要是没有肥皂的话，你可能会痛不欲生。买个这个好，怎么了？不能选数量吗？不是我不懂，他这个，啊，这什么鬼啊？那我先打开我们背包看一下，我们把东西拆分了。哦，他怎么把东西拆分了 ？Shit！ 像没有什么特别很迫切的，所以尼克在政府总部，好吧，我们去政府总部找前镇长吧。这边到处搜刮一下。哇，这什么东西啊？
加二猎刀，我没看错，他是这样直接这样加加几加几。卖这些文具到底要干嘛？那之后又是用得上的吗？梅里登，梅里登是西澳大利亚的首府。我没去过澳洲，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地名是不是真实的。大家讲应该是真实的。呀，梅里登是不是翻译问题？就是墨尔本啊，应该是简体的用法的问题。不同版本的叫法。块钱好像还好，整个人文主义吧。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的对话互动，不晓得会不会有埋什么梗。真的是纯闲聊，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任务。什么？烤蜜蚁的彩糖面包，蚂蚁烤蚂蚁撒在上面。
买个讨论圣经的。我有牛排吗？我给他呀，我有牛排，我操！就这样就跑了。这是哪个营地啊？城外的营地吧。腿有问题，跟快怀孕了，还是进不去。这是商店。难受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动末世。也没有人道主义的，大家就是你要有派得上用场，他才放你进去，不养闲人。啊，过不去啊！好像这些都是不能对话的。希望这游戏不要最后做好人都会被恶心到。可惜他的人跑了就慢了点了，导致这个探索过程好像有一点无聊。选功力吧，那其他我们也选不了，除了这个需要考虑一下。都是啤酒。
听个消息好了，我对这个花这个钱没什么兴趣。啊，火鹦鹉这边有个图片，我看到了。哎、欸，有变种人哦，所以这个背景是有变种人的，还可以期待一下。我也好奇，变种人是真的有的。我们刚看到那生物，原来是这个毛鼻袋熊，所以可能又有一只大的母袋熊要打了。还不错，这边来套点消息。Get moving, mate. 这里有语音哎，应该是重要的人。意义这么重，好吧。看来这些都是本地人。威莫尔登也被打吧。好，在这边。
美里登也有被袭突袭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被借给这边的总督去帮他跑腿，非常合情合理。这小空间还不错。那黑色是什么？透过它的形描述，我还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不用做啊，谢谢，谢谢。他这个总督是只管墨尔本，还是说其实整个区他都有名义上的义务？要去管理跟协助，看起来好像纯粹是只管墨尔本。那所以别人去找他帮忙，他没有好处的话，他为什么要协助呢？尤其是现在就是人力物资都很短缺的一个末日时代，我不晓得。名义上他要负责，他还是要加减帮一下，还是说是超级功利，就是要利用别人到死？反正最后帮不帮也是他说了算，没有什么契约或什么的问题，权责的问题。他们要靠我们去跑腿跟收买人心。你找个外地人做这个事情很怪吧？这个不都是要找心腹手下去做？通常脏活才会丢给外地人，因为可以撇清关系，而且不会跟当地牵扯太深了。妈的，最后一定就是叫我们去当打手跟杀手，靠腰。这样就很废土。他这个，看他还用暗示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瞥了一眼那个飞镖盘，上面有什么动漫？
他讲出关键了，让我们在梅里登安家。可是我们要的不是安家，还是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取而代之。我们来一个双面，看一下我们日志哈。哎，不要两个都是坏人，那就很难搞了。但这几率挺高的。是蛮经典的，这个两个派系要求我们要互帮忙跟选边站了，对，还蛮经典的一个废土的任务了，或很多 RPG 的任务设计。能期待后面有没有一些细节透过譬如说其他 NPC 的一些言谈或什么一些细节去暗示我们谁人比较好，谁比较愿意信守承诺。哦，就这样，因为他不要最后就是两边都一样烂，然后但是其实选谁谁都会帮你，他那个就很那个过程就没有意义了。真的，我还是希望能够我们能够抽丝剥茧，把谁比较好谁比较坏，但是给的比较多，比较坏给的比较多，比较好但是。会比较有保留一点，让我们真正有那个选择的感觉。就是我知道选了个好人，但是呢，他帮不会帮的彻底。就是我们就比较不需要过程中比较不需要弄脏，做比较多的坏事，我们自己也比较心安理得。或者是他很坏，但他心狠手辣，帮到底，对不对？他很有契约精神。那就是因为他怕说那个没有没有偿，这是一个债务的概念。他如果没有偿债的话，他怕有报应或是影响他的声誉，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应该，我期待他有做出这个差异啦，不然那个选择就很没有意义了。该死！我现在房间里面有一只蚊子。孟泽斯家哦，所以应该就这边，对，其中一个组长。好，我们先来这边吧。那么小一个房子，这就是初代债务人，就是初代的俘虏嘛，俘虏了之后变得苦工劳改，对，既然是劳改犯。这个有点他妈是奴隶吧，债务奴隶制，还结婚生子，他妈的债务还继承下去，这个好黑暗，好废土啊，他妈
哦，不要，我去殴打普约契约仆人吧。车厢在哪里？火车站。猎人与收债的吧 ，collector 吧，收税或收债。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大天线。那火车站在哪里？这边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银行里面那些东西被他看到，他们把他灭口。果然嘛，就是很黑暗，其实就是一大堆东西就压在这些契约奴隶身上，契约奴仆嘛。好，我们先拿拉明顿去贿赂他一下。果然，这整个都是连串在一起的。
复利变单利变复利，哎，这边是过得去的吗？啊，过不去，所以回到这个银行这边，到我们援引第42条。调查墙上的格栅。太聪能从你耳朵后面变出一枚金币。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公开表演，该不会我们学下来了吧？那个魔术的表演。哦，他也是债务人，他也是惹过安吉拉。哇，这边是超级大型奴隶集中营啊！
要等这两个绕过去才行。想到这关个人呢、啊。哎，那个球是就是这个家庭球，但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哇，我们被聊到了是不是？我们怎么突然被抓过来？挑衅他一下好了，装在袋子里塞进马车，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拖来拖去。这就是个普，这就是个梅里登的地下皇帝是吧？
哦，被他发现了。给我一点棒棒糖，叫我什么都行。可以存档吗？不行。我们要不要这边继续跟他讲白呢？会不会被贬？先存个档好了，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这现在如果跟霍根接触，铁定是不是就是会那个？但是看起来安吉拉是比较黑耶，虽然不晓得霍根会比较好，先存个档好了。不错，其实我觉得这游戏剧情安排还可以啊，怎么大家都对他这么吐槽不屑？讲他为什么变契约奴仆啊？你他也没说他为了要救他的猫或什么，还是说就是他自愿成为契约奴仆，然后才能进城镇生活？太黑了。哎，我们先跟这个司机再对话看好了。开了一个关于存款的玩笑，然后就被告密，然后被解雇。难怪他这边喝个烂醉。拿酒给他，看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好了。蒙特斯特酿，好，看看做好人有没有好回报。Get moving, mate。这边还是不能对话，是不是？要反抗安吉拉，应该是要找到人能帮我们了。竟然没翻出来。Ashley， 哎，他讲 Ashley 是谁呀？阿史阿什利啦，对，他讲的是刚刚那个阿史啦。我要帮他付80澳元。我们不要提这个好了，太白目了。
主动暴露。欸，我们找马德来好了。他们两个在这，难怪我刚忘了漏对话，靠腰。爷。不晓得最后被玩一玩，突然拿到什么那个维吉麦之类的东西啊，那澳洲特色的东西，维吉麦抹酱。你之后会给我买，应该是买单吧。这已经知道了，等于白花钱做这个事情，还是说透过这个方法比较不会惹怒总督？不晓得。我回去找一下米克好了，看米克有什么感想或什么想法。米克在这里。这个对话好像，这个对话有点 bug， 有人第一个他没有反应。啊，他没什么想法，好呗。What's wrong now, Gorda? Mong Zhe Si, 回报一下吧。
嗯，好吧，就这样再见吧，不要再有什么深入交流，这些人都是坏人。现在是这个软安娜软，刚刚好像就跟他有对话了。吉米消失了。哎，那个讨论圣经人回来了，跟他对话一下。干，没反应。哪里去了 ？Get moving, mate. 是不是在那个猎枪那边呢？你等一下，这边是还是可以探索的。应该在这里面，应该在这里面，在这边进去找一下。测绘员行会，两名的互呛，欧烈，妈的，这种讨债工作才会交给我们。20岁的海报，悬赏20年了，笑死。君主论，哇靠！蛋白石，哎，刚刚好像在其他地方卖金块只有250，哎，在这边卖是500啊，卖了，在这边卖了。不过他是很靠腰，这边的金块他也是同样的金块，下面的备注一样。不曾属于鲁本，太过分了，可怜的鲁本。哎，对啊，我们的车子里面怎么没有鲁本？我们的营地那边好像没有，我没看到鲁本。真的是抢了，然后他就来这边跟我们分道扬镳了。哎，我刚好没看到鲁本。
吧，原来只是讲垃圾话。竟然有长毛，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长毛上前面是碎玻璃吗？这么哭吗？哇，这个加一差好多哦，原本的才四到六，加一直接变五到十，哎，最大伤害多了四，哎，这么扯。看的我都有点想买，免受晒伤困扰，加20点暴击率，意思是怎样？不会晒伤可以吃的比较准，好扯啊！欸，狙击步枪，欸，才75块，好便宜哦。那还要什么猎枪？还要什么自行车？加一400，1到20，这个的提升好像就没有那么。夸张，9到15，9到15其实很屌了。不要等一下任务做完哈，然后就送了一把狙击枪，我就吐血。是啊，这家伙到底去哪里？刚刚任务要我们找的那个吉米，车子那边我们好像还没有全部看完哈，那个火车厢那边。啊，在这边。他没什么好讲，看起来都调查的，这边也不能去。哦，我们先去把卵的这个任务还了，好，我们再存档，再讨论要不要跟这个霍根聊天好了。之前在废土山的时候，我也是选择跟那个，我记得我选路线是跟组长合作。那时候就纯粹就是想说选个比较安稳的路线。那这次我个人比较倾向是要把安吉拉推下来，比较倾向，因为看起来好像目前霍根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恶行，希望不要这是他善于隐藏的一个，不要后来霍根上来就我更惨，立刻翻脸不认人，不然安吉拉我觉得是挺鸟的。也是很鸟的那种。好，跟他对话。
欸，这个特效应该是我有升等吧。嗯，我们先存个档，然后跟他回报，因为我会这样做的原因是怕说等我一回报进到任务下一个阶段，可能霍根那个就没有办法去解，我怕他有时候会这样设计了，就在那边是先存个档，回报吧。啊，果然啊，看来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就像我讲的，他直接进到下一个主线的阶段。决定先冷漠看一下，我八成大概会读到。完了，他也是契约奴仆的，他也是支持这个契约奴役的这个机制。完了啊，所以两个都是烂卡。我们选这个，布鲁克顿回避不太可能，我们选这个吧，带着清单回来吧。
那我们就黑到底好。哇靠！我们现在米克现在吐槽我们。那囚犯越狱了，直接强制结束了。啊！他拿了家庭球出来，他怎么冲到办公室的？我看他比中指。Jess's voice rends the air a moment before all hell breaks loose. In the ensuing chaos, you hear her pitiful cry drowned out by screams and shouts as the terrified townsfolk flee the area. Mom! Sarah comes running, doctor's bag swinging wildly in her grip. She assesses the scene in an instant and grabs Jess in a quick hug.I'm here, sweetheart. Then she falls to her knees, working quickly but with steady hands to staunch the bleeding from Mick's head and ears. Alana arrives a moment later and stands off to the side, chewing on her thumbnail and throwing worried looks at her daughter. The radio at Sean's hip crackles to life. Outpost A to substation N. Who's firing off in restricted space? Over.There's a burst of static mixed with garbled words. Then the same voice wavers back in. Come get the bloody engineer then. I don't have time to nursemaid him.
Julianne, out. The radio cuts off, leaving a ringing silence in its wake. We need to get him to the ambulance. Sarah gestures at John and Sean. Get the stretcher. We'll have to make two trips. She points at Adam with her thumb and goes back to stabilising Mick. Angela steps forward to speak, but Sarah silences her with a glare. Until this man's condition improves or he dies, you'll keep your tongue if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She glances at DJ's horrified face. Governor. Angela bows her head and steps back next to Hogan, the two of them watching in silence while Mick's blood streams into the hungry soil. The morning dawns cold and still under a pall of otherworldly light. The sun, when it rises, struggles to break through the lambent haze that overlays the town, chasing at a low-lying mist with little enthusiasm. It feels like it should be impossible to breathe, yet air flows freely in and out of your lungs. 我想要米克就这样领便当了，突然，而且他看起来刚刚是有点想要良心发现的感觉。Mick lies still as death under Sarah's watchful eye as the camp slowly awakes and takes stock of this new reality. Everyone moving with the same cautious silence, as if you've all been caught sneaking into a funeral.Even Angela and Hogan, when they arrive, speak in low voices with frequent glances at the watery sun hanging just above the horizon.出血，震得这么强，震到都脑的脑内颅内出血了，这么惨。魔术师没事，魔术师刚好像类似放了不知道立场还是什么东西，把那个炸弹弹过去炸到米克，惨啊，救了他，哎。第五个看一下，发泄一下情绪。先不讲话好了，欸，还是我们就选二好了。
好，看来终于可以去那个停动了。可是我的，还是为什么我队上只有我一个人？Hey, you're doing all right? I know when I first saw Karak shoot fire from his hands, it threw me for a loop. He just laughed at me. Porter. Hmm. 那现在是有两个方向要做嘛？要去救科尔，应该是他们之前那个巴尔巴利。巴利巴利躺着，应该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去帮米克就拿药或什么。我在想我要不要独挡，因为说实在两个都要弄契约奴仆的话没有什么差别啊，只是差别要不要帮那个，只是不帮他看起来他这一反叛就把米克弄死了，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没关系，我们独挡去走另外一条路线看看好了，就是把安吉拉给这个揭发出来的。会去找一下霍克或什么的对个话，看一下我们他有没有因为我们不帮他然后而恼怒，然后我们就存个档，看一下选另外一条路线会怎么样吧。反正时间也过蛮长，几乎这集完全没战斗，全部都是剧情。马尔科姆，但蛮常看到这个姓，啊不对，这名字。哎，对啊。看懂，布鲁克顿人落在我们手上，他现在应该是对我们是敌对的。竟然又觉得好像他讲的我比较能接受了，他有讲债务人是要那个要现代化，他刚刚在辩论的时候又不是这么讲。我们先存个档吧，然后独档都是自动存档。那就是先不要跟他回报了，不太确定女王会不会就跳出来要战斗还是怎么样。如果是的话，其实这 RPG 完成度不低啊，
我没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评价这么差。我觉得我真的觉得玩起来就还可以啊，还是纯粹我只是叛逆，大家都说很烂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要这个跳过去，与大家做那个跟逆风。果然这边一告诉他，然后就等于是进辩论，这完全是就是选边站。这边我们就赶快点过去了，反正都已经这个刚刚都看过了。趁现在好了，我选人文主义好了。啊，没有用。客直接把我们阻止，好，而且他还指责我干嘛？我刚刚从头到尾在帮他讲话。是不是写错了？布鲁克顿人刚走的被押走的是什么维斯？维斯托尼亚，对啊。
好像不管怎么选都拉不下来，看起来大部分走向是一样。看起来都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走位也一样，走位跟站位也是差不多的，靠腰了。可以跳过吗？欸，不行了，不能跳过。Shit. Sarah comes running. 可以，可以跳过。The morning dawns cold and still under a pink light. 看来我觉得我还是读了原本的档好。所以看起来我这个任务我还读个档好了，能存个档，觉得那样选没有比较好，真的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没有很好了。这样等于就是其实差异不大，因为它主线等于强迫你是差不多发展的剧情，差不多发展都差不多，所以这个就跟伯乐之门三有些人在吐槽，就是你做了很多很鸟的事情，可是其实你在第二章，比如说你把伊莎贝拉弄死，伊莎贝尔弄死，最后还是那个，我突然忘了那个天那个神翼。我忘了那个德鲁娜的那个神翼叫什么名字，好像他还是乖乖帮助你，所以就是还是会强迫要配合。那我现在是要休息吗？那个休息看看哦。
eyes closed, he breathes deeply, peacefully. You could almost imagine he was asleep. His hands grow warm in yours. Moments pass. 他这是什么特殊技能可以传授给我？同步呼吸好了。It takes a few tries, but eventually you match his rhythm. Your joined hands grow warmer still. You hear a distant sound like wind chimes in a summer breeze. You feel Adam's hands twitch in yours. Something like the first bright edge of a sunrise trickles in behind your eyes and begins to open doors in your mind that you hadn't known were closed. You're in the desert, holding a survival tool. What would that be?选七好了，务实一点，也不要选一些太意境的东西。流体动力学。这个六哈，六意境好像比较强，比较深一点。黎明时分的鸟鸣合唱，宁静，不知道是什么技能哈。欸，这边选可以拿三个技能，接下来是这样子。有机会对一位去世已久的人说一句话，会说什么？选五吧，本来能做什么来拯救抵御，看起来像是个防御技能。真了不起。被辐射了，好真实的反应。他这边可以重置天赋，重置属性跟技能，然后再次参加测验，搞不好是可以换技能。那他竟然是个这么重要的 NPC 啊！
我没有料到，埋得好深啊。宁静，默默支援你的队友。刚好是剩余行动点数跟移动点数贡献给一个友方单位。哦，让给别人说额外再增加一点，还可以了。资源类型，比喻。附近五米范围内生成防护屏障。吸收伤害，这个防御屏障可以吸收多少伤害？就是他这边没写。流体动力学，解除中毒。应该是有个区域可以选。恢复 20% 生命值，抵御中毒状态。而且那个区还可以造成一定的伤害啊，不就这个范围 A1 吗？哇，这是主角光环。这个可能我要去 Google 看一下人家国外攻略，总体有哪一些比较好用的技能。只是米克是躺在哪里休息啊 ？Yeah, ta.没看到米克躺在哪里啊？车子里面吗？嗯，好吧，我觉得这集就到这边了。虽然完全没有战斗哦，不过我觉得看剧情看的还可以啦。但我觉得我比较不满就是我刚讲的，我以为我可以真的去推翻，然后呢？可能要跟女王战斗或什么，就其实还好，就他那边的走向大概大体上已经决定了，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女王的那一部分，可能是很后面很后面的任务才会有办法去选说，哎、欸，是不是可以把安杰拉拉下来或什么的，就可能有后续了。然后看来另外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帮就是完全帮不了的，因为呢，他就是不会接受那个。霍克另外一个的提案就是要变成这个戴乌奴仆、戴乌奴役，对，所以呢，怎么样？看来这个剧情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避免不了的。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我比较不满的，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博德之门三》虽然很自由，可是在主线真正的一些主线上面，它的那个框架是固定的，就是它还是走向会一样。对，没有真正不同的主线，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设计两个主线其实就是两倍的成本，或者说他很巧妙很巧妙的安排都能圆得回去，那我觉得是有点困难了。基本上凹得回去，那几乎可能就是十年来的神作，或者说是二三十年的神作，就像电影《教父》那样子，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定位的一个作品了，所以可能目前还没有遇到，对，因为你就像是譬如说你就像巫师二一开始选你要帮松鼠党还是帮那个佩拉利亚另外那个队长，对，虽然中间过程都不一样，可是好像主要的那个主线剧情上还是一样，比较我真正不太可能会那个可以自由到他做好几条主线出来，就像阿迪阿兔也一样，所以太困难了。因为现在开发个游戏几亿美金，他做两条主线等于是做两个几乎是做可能做 1.5 倍的工作量，那太夸张了。虽然说有个游戏吸了快十亿美金的，应该要做到那个量，看起来也没做到。大概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游戏，我说实在的，还蛮合我胃口。我其实也蛮喜欢看这种剧情跟选择。当然，可能我觉得后面战斗的时候就会比较无聊，因为看起来他的战斗大家是比较批评，可能真的做的比较无聊。不过我比我想象中的好了，起码有主角威能给了这个类似跟魔法一样的
反正就是随便我们去解释的能量原理或什么的一个设定，一个额外的技能 OP 技能也不错啦。好吧，就这样吧，反正我们的任务要救科尔。哎，还要去跟这个麦卡比对话啊，反正还有就是帮米克拿药的这个，之后再看吧，反正看第二集看的人多不多，如果还有人愿意看的话我就继续跟吧，不然的话我其实会自己玩，我就不录了，因为反正4月20下礼拜还有沙漠大冒险跟庄园领主，庄园领主我比较呕了，庄园领主早知道应该早一点，刚去搜寻一下这个 Hood Horse 的这个网站，它其实是有那个 influencer 的这个计划，只是你要发信给他，对，看起来是要写英文信，真讨厌。我是没有料到，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那个 Mandalore 他竟然是有在规划做这个的，我真的没料到。哎，早知道就去申请一下，虽然说八成也不会过嘛。啊，那个应该是流量是不用太期待。然后30号有这个腐烂王座嘛，对，腐烂王座我应该会录啦，我只是犹豫要不要玩混纳垢而已，对，不然我的真正的我的本，哎，那叫什么本命，对，我的本命种族，对不对，矮人，对不对，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太久了，从那个斗乐克铁眉那个不算更新的更新，弄了那个什么锻造系统，制约黄金系统，那个其实就是多一个界面，可以打造一些装备出来，没有真的太大的差别，就是多一些独特装备的。你只是从几率拿到跟可以有确切的资源，可以把它打出来，比较有系统的去打出来打造出来而已。我觉得那个真的不算是什么。当然啦，那个符文可以加那个炮兵什么的还行，稍微有点变化，但是兵种很死啊，终于难得矮人的，虽然这次是屠夫全家餐，但听说那个毁灭拿那个炼斧的那个矮人很强，我蛮期待的，拿来当怪物来用还不错。反正我放个屠夫在那边，你要骑兵，你要巨兽来抄我侧袭，对不对？我就跟你一换一啊。我就便宜单位中等价钱单位换你高级单位啊，反正我都是屠夫，就是不管怎么样低本到高等我都是五五开，就这样，好吧，就不废话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破碎之路的游玩内容啦，那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